是依然维持着我的风格，就是不断的丢东西。像我的手机，有朋友可能不见了，然后其实我有点担心。可是其实我想说，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也一直丢东西啊，所以我就觉得算了吧，不好好玩啊。然后刚才去海滩看了很多洋妞，重点是老的，对，所以都坐在一起，其实就当欣赏一种那个古老的玩物吧，算是这样。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，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，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，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，最后的8月31日。夏季连那周都来到自然醒，时间忘了今天星期几，人生忘了要前进，曾经说好的话语到旅行，像空白的书架习题，开心告白的恋情，像电影遗憾的剧情，书架不得不准你开心春夏季，然后之后却跟着欢喜，明天后自己是不是我憧憬未来的那个你，是否活得过瘾，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，有没有遗忘了曾许下的约定，绝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，最后的8月31日。才发现青春像冰淇淋，融化的让我措手不及，最后的8月31日。小时候梦的不切实际，长大后却要学着实际，我讨厌那样的自己，无奈却无奈为你，最后的你活在他的期许，心里走不走我的心，2013年9月3号结局五月章，第一次跟女生是交手，对象是太自然，我的按摩师，好酷，是这样，我的按摩师，谢谢大家。歌给未来的你听，请不要忘记，请不要忘记，